诸位亲爱的同学，大家好。我们接着看一百六十三页，谈啊为臣之道啊中啊人臣。 为什么会不能专注在自己的本分职责上呢？他接着有讲到，至于恩怨名誉，人与人的恩怨还有众名啊，名誉。 俗话说啊，文人相轻啊，互相轻慢，谁也不服谁。这个跟好名啊也有关系，不容易随喜赞叹，容易嫉妒较量高下，而。 文人相亲呢、啊，我们也要慎重啊。那文人应该是读懂书，文以贯道，文以载道，文以明道。那还放不下轻慢，那真的有把书读进去吗？那变成我们。 空有文人之名，就没有文人之实，那这就是折福报哦。啊，所以我们贪嗔吃慢，不能很好的去对峙。那我们自称读书人，那也是有愧这个名字的。我们得名副其实。 所以放不下恩怨名誉啊，这跟文人、跟明理的读书人呢、啊、就不相应了。可是这也不容易哦。所以是虽是之好君子者，亦或不免啊，被称为君子的人。 有时候在一些境缘呢，这个恩怨名誉还是放不下。比方说，假如我们嫉恶如仇啊，就有可能这个恩怨放不下了。啊，甚至于啊，苏东坡先生是很有气节的人，他，在名上啊，我们以。 民间那个故事，他说他八风吹不动了，端坐紫金莲。那佛印禅师给他回一个字，啊，屁字。他看了，那不高兴啊，那不还是好面子了？哎，赶过去，还没上山门呢，佛印禅师已经料到。 他一定会过来渡江过来，给他写了一副对联：八风吹不动，一屁打过江。不容易啊！而假如苏东坡先生当时候没有觉得不欢喜，马上顺着佛印禅师这两句。 反观内省，或许他就会在看到这两幅字啊，跪下来礼拜呀、啊，说不定他就有所悟了。所以扶不住习气，我们就做不了主，得轮回了；扶得住习气，很可能就能成佛，做主啊。 所以克念作圣呢、啊，啊，要克服称会恩怨，还有好名、财色名食睡，地狱五条根都得过。接着提到啊，唐宋以来朋党之祸。 事业啊，好，这又点出了历史当中啊，自唐朝以后，每个朝代的朋党祸患非常大。这个党不是指百姓啊，是指在朝廷。 甚至于，所有这些为官的人，他形成了党派，啊，那互相攻击，这个大商国家的元气。我们要读历史，为什么呢？长见识，读经典，明理。 而历史，就是把经典当中的事呈现给我们看。李事是不恶啊，我们一看历史啊，就对这些经典教诲印象深刻啊。啊，比方大学说的啊，或备而入者，亦背而出啊；言背而出者。 易被而入，那多少贪官最后家破人亡，不都是印证这些话吗？啊、论语》里面提醒我们：君子不党啊，君子没有私心啊，他他不搞这种党派啊，君子群而不党。 他合群，他不搞党派，啊，他不争利，他也不跟人争对错，啊，和而不同，和气待人，啊，那也尊重别人不同的想法，不同角度的考虑，但是不同流合污。 历史是一面镜子，而历史事件都是人心造成。而我们冷静想一想，我们现在的人心状态，比起唐宋那个时候的人，如何呢？我们是比他们。 更有修养，更懂事理，更厚道，还是比他们差呢？假如我们比不上唐宋时代的读书人，啊，那他们那个年代所产生的祸患，我们这个时代会不会产生呢？ 很可能会呀、啊，因为我们的水平已经不如他们了，那他们会犯的事，我们很难避免。所以，古人的诗写道啊：“后人哀之而不见之，亦使后人复哀后人矣。” 后人哀鸣：“哎呀，这个前一朝代的人怎么会犯这么糊涂的错呢？”只是在哀叹，但并没有引以为戒。那这个哀叹的人之后，他还是犯那些错啊。之后他也走了，那他后面朝代的人。 又在哀叹他，不是后人哀之啊，没有引以为戒啊！一死，后人复哀后人所以，假如我们没有引以为戒，若干年之后，我们离开这个世间啊，甚至于还没离开以前，我们就犯下一些严重的过失，那、啊、后面的人。 又在说：“哎呀，怎么做的这么夸张啊？”所以《全书》字要说：“前世不忘，后事之师。”不只是我们自己经历的事啊，整个历史都是前世啊，我们都能引以为戒，就是我们人生的老师。这个最关键的。 就是我们有自知之明，自知又知人，啊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其实知己知彼，用佛家讲，就是面对境界清楚，清楚什么？清楚自己的精良，自己的程度，也清楚别人的状况。 不能不清不楚啊，出了问题也搞不清楚在哪，这样就稀里糊涂的啊。所以学佛、学传统文化，就是当个明白人，明明德啊。那世间一切是什么？因缘所生法，万法因缘生。 缘是什么？客观条件呢、啊？那我们可以用因缘的法来看自己，我们也可以用因缘法来看客观的看每件事，客观的看每个人，不要有偏执，这样对人对事就比较看得清楚。那这么一分析。 我们不如古人，古人会产生的问题，尤其在团体当中，因为现在是团队合作的时代，单打独斗要成事不大可能，团队协作，可是团体。 有可能会产生哪些问题？其实就跟历史当中每个朝代是一样的。这个我们没办法细说了。我们提几个点。啊，比方，很多朝代因为女祸啊，当然这个词啊，我们也不能。 把责任都推到女子身上了，啊，推到包姒啊，啊，推到妲己啊，她只是个缘，因是周幽王，啊，是商纣王才对呀、啊，他是个助缘，当然我们也不愿意去做不好的助缘，因为这共业。 都有严重的过失啊！再来，宦官之祸。哎，我们假如着相了，哎，现在又没有宦官了。其实，宦官之祸就是离皇帝最近的人，离长有很大权势的领导。 近的人就容易不知不觉呀、啊、膨胀自己呀，啊，狐、哦、假虎威，这个都是我们无始劫的习气，遇到这些境缘，这些不知不觉现前的四大烦恼常相随啊，这个时候。 在那里争宠，啊，求表现，很可能我们自己都没有察觉到，啊，啊，包含外戚干政呢、啊。就是皇后那边的亲戚，因为有姻亲关系。 啊，到时候引进越来越多人，私心去不掉，就会权力欲、控制欲膨胀，很多外戚啊，最后被满门抄斩，还不在少数啊！啊，所以我们走这条弘法立身的路啊。 确实考验不少啊！啊，以前是在丛林啊，放下世俗啊，然后潜心修学啊。当然，那个时候人确实是明理，深入经藏，确实是放下万缘。 他这样进山去修行有成就啊！我们这个时代得看每个人的根性呢。哎，进山修行，结果变成变成执着清净，给他任务他还嫌烦。好，哎，在。 清净的道场，跟人相处啊，还有很多不愉快，他就需要锻炼，需要磨练。结果这个清净的道场也没人带他，甚至还姑息他，那他到底修不修得成？这个很难讲。啊所以承德还是。 觉得老法师，啊，从张家大师那里得来的这个法宝，张家大师教他佛菩萨安排，自己不操心，那佛菩萨同体大悲啊，他有圆满智慧，让他们来锻炼我们，我们不挑境界，啊，尤其我们呢，从小没吃什么苦啊。 真的是责任的承担是成长的开始，往往承担责任，往往在与大众相处啊，才发觉自己满身病痛啊，发觉没关系呀、啊。老法师说，发现自己过失啊，叫开悟啊，每一天。 随顺习气还不知道问题在哪，这个才严重啊！一日不知非，一日安于自是；一日无过可改，就一日无不可尽了。所以看到问题啊，没有关系呀、啊，不担心啊，肯改就好了。所以一承担责任。 一出中容易查过，知过就能改过。修行没有别的，知过悔过，进而去改过。所以培养我们这两三代的人呢、啊，真的是一门大学问，一门艺术，因为要。 因材施教啊，每个人的状况、性格、成长背景都不相同啊、哦，所以要依重靠重啊，要有好的团体，还要有好的善知识带我们啊、哦，因为有人专门。 带我们呢？他清楚我们的状况啊，好护持我们。我们看到这些句子、啊，虽世之好君子者，亦或不免。唐宋以来，朋党之祸，是也。好，我们从这一句。 再结合刚刚讲的种种朝廷团体会出现的问题，假如我们自己的德行没有扎好根呢，可能我们都将是问题当中的人物了。 我们有机会来弘护正法，这是殊胜的缘。我们希望能够啊积功累德，执重德本，功德圆满，现身犹入圣贤之欲，报尽高登极乐之乡。 这是我们的愿望、目标。而行百里路，半九十。啊，米不有出，显客有终。进意退酒。这些教诲都在提醒我们。 菩提道上啊，真的是要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啊，必须有高度的警觉性来克念作圣有错误的这些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。 起来，不能小看他，他会做大的。啊，所以刚刚我们看这五点啊，身家、爵位、权势、恩怨、名誉，都有可能让我们在为人臣，在做。 红护正法的工作，反而变成造业了。啊，那在佛门造业，在正法当中造业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了。可能都跟障碍正法、断人慧命，会有因果责任。 哇，我们可是要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所以，我们在这个时节因缘，虽然好心、善心、愿心来走这一条路，但是得要很好的有配套措施啊。 内在孝敬尊师的根基一定要下大功夫。我们为什么忠孝这两个字要多说？因为后面所有的恶行，就是因为这个根基不牢。这根基牢了，绝对不干那一些事情。 所以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所以忠孝有替，这个是做人的大根大本。我们得多花一点时间来深入。所以当信佛经与身，这个佛经。 圣贤所讲的每句话，其深无底呀、啊，其广无边为什么《大学》要说“治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是皆以修身为本”？皇上他要管全国之事，他没有修身。 随着贪嗔痴，铁定会出大乱。连数人、一般平民百姓，只要不修身，他的家庭啊，会有种种的问题产生。那这人生呢、啊，就苦不堪言了。所以。 我们既然要服务大众，而这个时代又是团体运作的时代，靠个人没有办法成就事情了。都是团体的力量才能把弘护正法的事情啊，像我们办汉学院啊，才能把。 整个学院运作上轨道，都是啊，要靠修身的功夫啊，才办得到。所以大家看这一段，不能说啊，我以后又不当官。 这一段跟我没有关系。事实上，每一句话，只要是在经典当中的，都跟我们有关。啊，比方，儒家讲“人无伦外之人，学无伦外之学”。 人与人的关系呀、啊，没有超过五伦的了。而真实的学问，就是在了解伦常大道，进而去尽到伦常本分。所有的经教不都是在教这个吗？哦，啊，所以印主才说敦伦敬分。 贤邪纯诚，啊，信愿念佛，求生净土。那老法师慈悲啊，让我们更重视印主这教教诲的纲领。所以在这四句加了“敦伦敬分”是大道啊，所以伦常本分是大道啊。 贤邪存诚是大德啊！有没有得恨呢？就看心地功夫啊，就是慎独啊。我们《太上感应篇》讲的，这个不履邪境，不欺暗室啊。 信愿念佛是大行，求生净土是大果。那既然人无伦外之人，学无伦外之学，所以哪一个经教跟五轮无关呢？那既然都跟五轮有关。 那哪一句跟我们这一生把五伦关系经营好无关呢？都有关呢、啊。所以每一句我们都是当机者，用这样的心态来学习，才得受用啊！不然觉得哎，这些也跟我没有关系呀、啊。 就没有办法结合到我们的生活、工作、处事、待人、接物当中，而这个心态不对了，我们这念头里就有分别执着啊，而不是越学越分别，越学越执着啊，分别执着在啊，这个是当官的人呢，这个跟我没有关系的。 我们拉回来，当前啊，自己所处的职责啊，单位，哎，也有身家，有没有太顾及自己家庭的利益呢？哦，那个范仲淹先生，每一天睡觉都想一想。 我今天为国家付出的，对不对得起这个俸禄啊？假如对不起的，睡不着啊。所以，假如我们太多精神都牵绊在身家上，甚至还有贪污，那就更麻烦了。 所以我们真的是不求有功啊，但求无过啊！啊，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须弥山呢、啊，都是十方财呀、啊，不容易啊，不能浪费，不能私用啊。还有爵位，我们会不会有想，好这个高位？其实。 位置越高啊，责任越重啊，绝不是为了名去争个位置。实在讲啊，位置越高，责任越重，因果越大。他用错一个人，所有因为用错这个人所延伸出来的责任，用的人不可能没有啊。 所以领导者要知人善任。那陈德为什么讲这些体会很深呢？实在是做错的事情太多。现在佛不萨祖先慈悲啊，啊，还让陈德有这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所以看到这些经文呢、啊，感触啊。 颇深呢、啊，所以就是权势，我们还没有权利欲啊。老法师说：要沉静谦和啊，啊，要自卑而尊人呢、啊，怎么可以有权利欲呢？他老人家常说要放肆，放下控制的念头，放下占有的念头。 放下对立的念头，哦啊！其实我们假如能把众生当作过去父母、未来诸佛，是真的相信了，真的这样存心，这些问题可能就没有了。哪、啊、还有恩怨、名誉的问题呢？ 恩怨呢、啊？嗔恨心太重了、啊，不顺自己的意思啊，就不高兴了、哦。而这个名誉啊，事实上呢，我们要认识清楚啊，真正冷静的人都是逃名啊，怎么还会去争名？ 啊，这个好名了，不会了。名者，造物所寄也。是只想圣明，实不服者，多有其祸。这真的不是假的。我们冷静去看这整个世界，名气很大。 很有地位，很有威望，可是私底下行为不好，可能都会出意外啊，短命啊。他不是没有原因的，因为他私底下的行为啊，造很大的业，甚至后来暴露出来了，对社会的负面影响非常大。 甚至带动了非常错误的风气啊，因为因果啊，都跟我们影响的层面、影响的范围都有关系呀、啊。所以这个名啊，是福报啊。 名不副实啊，每天都把自己的福报给折掉了，所以真的人怕出名啊，猪怕肥呀、啊，出了名了、啊，这个福报折的厉害啊，啊就麻烦了，以至于啊。 啊，黄念祖老居士说的：“你认识的人太多，人际关系搞得太杂了。每一个人跟你认识，就好像在你的脖子当中套了一个绳子。啊，他时不时就拉你一下，拉你一下。你每天事情很繁杂，心又不定。” 一天过一天，瞎忙啊，最后道业都没有增长，那就太冤枉，太可惜了啊！所以人生最重要抉择啊，要择师啊，要择友，择偶啊，择业。 甚至于是我们交往的人呢、啊，都要抉择好。俗话说：“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”啊，这个并不是说轻视人啊。为什么孔子说“敬而远之”啊？因为这个相处啊。 对彼此没有好处，反而耗掉彼此的生命，那有何益处呢？啊，那道相同了、啊，他以文会友啊，以友辅人。啊，不兴事与要在正论，相辅相成的。那你选择不好的？ 道友不好的朋友，一起堕落了。在菩提道上啊，最关键的，好老师、好同参道友、好的环境，都是关键的。好，那我们要摒除。 前面提的这些情况啊，那就要怎么做呢？接下来啊，一百六十三页倒数第二行，唯以忠，则尽心无欺，就能真正把这个忠做到，保持，能够尽心尽力，没有欺骗，无欺则自成。 大学说：“所谓成其意者，务自欺也。啊，无期了就自成。自成心现前呢，则举心动念，全不为自己身家爵位起见。真的是要尽心尽力呀、啊，就怕做不好，就怕有悟到。 团体他人，就像玄奘大师，他是忠啊，忠于正法，忠于众生。后来自己生了重病，起的念头都是会不会我把经翻错了？这个心境让我们非常感佩。 敬重啊，他所做一切都是尽心尽力，没有一个念头是为自己求什么福报。就像这里说的，不为自己的身家爵位起见呢、啊，这是我们的好榜样。而且不止不为自身着想啊。 还能不必豪强，不寻情面。啊、哦，这群情面就是被很多人情拉的，不能够秉公处理呀。啊，哦、不喜以功名。这一些话，在我们这个时代读起来，感觉。 我们虽不在朝廷之中，但是这个时代为弘法立身做事，也会有很多的挑战、困难。为什么？因为啊，三到五代人忽略了传统文化。你在可能一百年前。 你跟人家讲伦理道德因果，啊，人家还点头啊，还认可。你现在跟人家讲这个，人家说过时了，迷信。所以这个客观来讲，大家的认知啊，远远不如古人。我们内在又有烦恼。 外在又有诱惑，要成就事情，要突破自己内在的这些烦恼啊！不能基于义气啊，义气啊，不能迁于感情啊，不能啊，因为得失啊，啊，不能计较人我啊。 那外，很多人家的不理解啊，甚至于诽谤啊、侮辱啊、陷害啊，能不能毫不畏惧这些事情？能够落多无苦，忍从何来？ 借笔磨脑，坚我愿力。只要降猛，不怕贼强。一切法无我，得成于人呢、啊。所以这个时代，要做一个弘扬传统文化、弘扬汉学的忠臣呢、啊，确实也都要啊。 不必豪强，不寻情面，不以功名，去做啊，并不求忠职生育决定没有为自己求这些啊，也不是为了求个忠职的这样的美誉啊。 啊，就是在这么做的时候，不必豪强，不寻情面，不惜功名，那是为了成就公家的事。决定不是说要后世啊、历史给自己一个宗旨的美名呢、啊，没有这个心呢，啊，纯是为公的心。 啊，或委屈济事，能屈能伸，啊，才能把事办好啊！啊，必有忍，事乃济啊；必有容，德乃大、啊、要能忍入，才能把事做成。但而非阿富啊，委曲求全。 决定不是阿谀奉承的，哦，或执法不回，而非搅基。其实这些话都是在勘验我们是不是纯是一颗利人、利众的心，利国利民的心，没有丝毫的夹杂。 甚至于是没有丝毫的偏颇，不能偏到一边去啊！啊，要走中道啊！啊，比方执法不悔，就是秉公执法，不顾情面就是不应私情啊。 而失了我们的公允呢、啊？但而非搅局呀，这个搅局就是脚网过正呢、啊。啊，只要实有益于国计民生，就要去做。啊，人民能得敌利得利呀、啊，再大的挑战都愿意承担。 就像林则徐先生讲的：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必趋之。”可能讲到这里啊，大家心里想，这些都是啊，留名青史的圣贤人呢、啊，圣贤君子。 有为者亦若是啊！物自暴，物自弃。圣与贤，可循志。我们这一生最能不能成就最大的关键，第一个是信。有信才有愿，有愿才肯去行啊！可是没有信，哪来的愿呢？ 我们不相信自己可以成圣成贤、成佛成菩萨，那就随着习气走了，随着怀疑走了。所以，印光祖师勉励我们：人皆可以为尧舜，人皆可以做佛。印祖师、大势至菩萨再来啊，他讲的都是真实语啊。 那我们一接受了，就这样，期许自己不怀疑自己，而我们既要效法佛菩萨，那佛菩萨生生世世为了度众生，肯舍头目脑髓啊。 华严经上讲的，观三千大千世界，乃至无有如芥子许，非是菩萨舍生命处。那只是讲菩萨哦，还不是佛。那释迦牟尼佛的话，我们娑婆界任何一寸土地，都曾经是他老人家。 为我们牺牲生命而成就我们善根的地方啊，所以劝发不提心文，第一个就是念本师恩呢、啊。而一佛出世，又有千佛永代。那这个娑婆，每一寸土地，我们曾经走过的，那有本师根。 所有这些佛菩萨来配合的无尽无数啊，所以真明白恩德啊，就知恩报恩，就有无穷的动力啊。我们知佛恩，知父母恩，知师长恩，这里啊。 知众生恩，知国恩，知施主恩，我们就愿意呀、啊，有益于国计民生，有益于政法，有益于众生，来报恩呢、啊。这里还提到。 一个为臣者，且是无君，真为尧为舜之君，不敢蒙匪薄念，方是忠敬。哎，这个“忠敬”二字啊，就提醒我们，为人臣尽忠啊。 内心里还有一个恭敬啊，恭敬自己的领导，恭敬自己的君父。那古代受国君的恩赐很多啊，栽培种种啊。那现在我们所处的因缘，我们也感谢。 啊，领导的知遇之恩呢、啊？人世间呢、啊？陈德是大学的时候曾经啊，看一本书上写，说人间呢、啊、没有什么是应该的，当要长存感恩之心。哎，领导。 信任我们也不是应该的，我们都要感恩呢。啊，所有同学也好，老师也好，我们汉学院这些长辈啊，职工，他们对我们的付出，我们都不能视为理所当然，都要存感恩之心。 那自自然然，感君之德就会恭敬了而且进思敬忠，退思不过啊！相信自己的领导真的是尧舜了，把他看作尧舜一样恭敬就像孟子在劝这些君王。 虽然君王现在有他的习气，但是他的内心是相信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。君王只要肯用心，也可以成为圣君。啊，其实这一句话，我们把它用在君臣关系，再延伸到整个五伦，都是如此啊。 尤其五伦关系，就代表都是跟我们这一生很有缘、关系密切的，我们更应该珍惜这份缘分，互相成就啊！其实，对待父母、对待领导啊、对待君。 对待老师，很多心境啊，它是相通的。我们看到舜王，他对待他的父亲跟后母，哦，那也真是相信他们也是可以成圣贤。由于这个信念，进而不见父母的过。 最后感动父母啊，感动自己的弟弟呀，哦，所以君子事亲孝，故忠可移于君。那他对父母是这样，当然他对自己的领导是君父嘛，哎，对自己的老师师父啊，对自己的。 同一个行业啊，一起学习的叫师兄弟呀、啊。那还是会从家庭延伸到整个社会团体啊。啊，兄道友，弟道恭，兄弟睦，孝在中。那师兄弟之间也是这样啊，让师傅不操心呢、啊。啊，让君父。 不操心了，所以同学、同事、同僚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呀、啊。所以，我们看到所有的经教啊，其实都在注解释迦牟尼佛。 开悟的那一句话说的啊，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我们要相信这一句啊。所以，则是无君真为尧、为舜之君呢、啊，不敢蒙匪薄念，就不能升起啊，鄙视、轻贱自己的领导。 所以都是这一句话的注解、啊，都是这一句“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”的落实。所以这一句“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”，啊，是大教之源呢，啊，大教之本，万法之源，所有经教从这里出来的。 又回到这一句啊，孔子说“吾道一贯之”啊，儒家如是，佛家亦如是啊。好，那进一步啊，我们。 之前提到，为臣者要尽忠，啊，要力竭、啊，还有是要劝谏。那一百六十四页《韩诗外藏传》曰：“忠之道有三，啊，以道复君，而事之曰大忠。” 真正以大道真理来护持君王，这个富有保护嘛，啊，来护持君王，让他成为圣君呢，这是大忠啊，以德调君啊，以德行来护念君王啊。 来辅弼、辅佐他呢，这是次中。啊；以示见非，这个已经是有错误，然后以正确的来劝谏君王啊，来解救，这是下中。啊。我们中医常说，上攻治未病。 下功才治以病啊，那治病跟治国，跟弑君呢、啊，这道理都是相通的了。啊、哦，说愿曰从命立君曰顺。哦，这四句啊很有味道啊，顺从君王的命令。 但有而有利于君王国家，这个叫顺；从命病君曰愚，听从他的命令，但是对君王是有害，这是谄谄媚啊。巴结呀、啊；逆命病君曰乱，违逆君王的命令又害君王、啊，这个叫。 犯上作乱啊，悖乱了；利命利君曰忠，啊，违逆君王的命令，但是有利于君呢的忠。所以，忠言逆耳，利于行；良药苦口，利于病。 这些教诲啊，都非常有利于我们在为人臣当中的自我关照，甚至于、啊、都可以回到我们自身呢、啊。我们自己要顺着自己的性德啊，好，那顺着习气呢，那是害自己呀。啊，所以修身。 齐家治国，其实理呀、啊，也都是相通的。好，那后面就举了一些历史当中的例子，啊，我们可以再找时间呢来看。而刚刚是谈劝谏之理呀、啊，我们现在来看是，具体呀、啊，侍奉国君的。 劝谏国君的榜样啊，在历史当中我们很熟悉呀、啊。贞观之治，唐朝对世界的影响非常大，很多地方、很多国度里啊都有唐人街啊。从这里就知道唐朝对世界的影响。而我们处在这个时代。 外国很多专家学者都说，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啊！国内也有一首歌啊，叫《重回汉唐、啊》啊啊！这一些趋势征兆，也可以让我们知天命啊。在这个时代应该做什么要啊，内有益于己呀、啊。 外有益于人呢，生有益于时，时有益于后，才对呀、啊。而提到这个贞观之治，最重要的功臣就是魏征大人，他是谏议大夫，后来，啊，他被启用是当谏议大夫。啊。 所以唐太宗不简单呢、啊，这魏征本来是要杀他的，他不计前嫌呢、啊，因为当时候立场不同啊，啊，然后一提拔他就是谏议大夫，后来累官呢至左光禄大夫。 啊，封郑国公。那唐太宗也不简单了，面对这样的直臣，他还重用他。啊，魏征去世的时候，唐太宗五日罢朝啊，也伤心的没有办法治理朝政呢。所以这个君臣之间的情谊。 哦，也是非常深的、啊。唐魏征呢，有胆略，有胆识啊，有谋略啊，就是有非常有胆量啊，又有方法、啊，所以善回人主义。他很善巧方便呢、啊，可以让国主。 改变错误的这些想法，啊或者是他很执着的一些想法，能够善巧的把它转过来。事无大小啊，必犯言苦谏，就是有时候呢，这个言语正直啊。 让太宗呢都有点不高兴了、啊，叫范言啊,啊，然后很良苦用心呢在劝谏，极上怒甚呢、啊，弗错也、啊。哇，这个唐太宗已经很生气了啊，他也劝谏没停下来，伴君如伴虎啊。 这些忠臣都都是不怕死的啊，不然皇帝一个不高兴，把他拖出去砍了，哇，这也有可能了啊,啊！有一个成语啊，叫“三省定宴呢、啊，那也就是在唐太宗时候发生的一件事啊。太宗有一件事听了很生气啊。 就当场把一个大臣执行斩首啊！结果后来确认他是被诬害的，唐太宗也难过好几天了，可是他一下子脾气控制不了啊，所以从那一件事以后，太宗说：“再大的事啊，都要三次判断。” 审查判断呢，才能够行刑呢、啊。啊，也是因为经历这些事才定下来的。上常德家药，这个家药就是像老鹰一样的猛禽啊，比老鹰小啊，自闭力啊，等于这个拿这个老鹰来。 来玩呢、啊，立在这个自己的手臂上、啊，望见真来，远远看到魏征来了，逆怀中就把这一支佳药啊藏在自己的衣服里面呢、啊。真坐是故酒，这个魏征知道。 这个君王在玩物丧志啊，啊，会影响他治理朝政所以就故意啊报告事情很久啊，要进死怀中啊，这个就这一次加药呢，就死在啊这个太宗的怀里面了、啊。 文德皇后崩，帝念不已。文德皇后是太宗啊的原配啊，啊，跟他的感情非常好。他去世的比较早，皇帝就非常的思念。然后呢，于院中坐。 城楼以望昭陵，在自己的宫苑中做很高的楼台啊，可以爬上去望着埋葬文德皇后的这个昭陵，常引真铜灯啊，那曾经啊，就找。 魏征呢、啊，一起登上去，啊，使视之，啊，让他也看。朕熟视曰：“臣昏眊不能见。魏”魏征看了很久，就说：“啊，我的眼睛啊，看不清楚啊。”然后皇帝呢，就指指视之。 就指给他看，哎，在那，在那。正曰：“臣以为陛下望献陵，若昭陵，则臣故见之矣。”接着，魏征就说：“哦，我本来以为陛下你是在望献陵啊。” 这个县令是埋葬太宗母亲的地方。哦，原来我以为你是在望县令啊，哦，原来你是在望昭陵啊。好，那昭陵城市已经看到了，这个真的是善回人主义啊！皇帝这个执着在。 夫妻的情感，那就会受他影响很大。那魏征很善巧，提醒皇上要提起什么？提起孝心呢、啊？啊、哦，是要，应该是要把母亲呢、啊，把父母，啊、哦，把祖宗交代下来的河山。 摆在前面才对呀、啊！哎，结果上气未毁楼，太宗马上啊就有反思了，就把这个楼拆了。真劝帝言武修文，中国既安，事宜治府。 他这么劝的，只要能够演武修文，中国安定了，事宜就来臣服了。啊，上皇上用他的劝谏了，后竭力成秦，这竭力是东突厥的首领啊，啊，擒获，然后呢，酋长并带刀数位。 啊，连他们东突厥的酋长都来服务大唐啊，做皇宫的宿卫啊，自外户不必行旅不赍粮，皆贞之力也。就是透过魏征辅助唐太宗啊，最后国家是夜不闭户啊。 然后出去旅行，不用带粮食啊，因为人民都很友善，都很好客啊，会会照顾啊。所以真为唐名臣，所封郑公啊，这封郑国公啊。五世孙谋，他的第五代孙谋啊，父为宰相。 还当到宰相，确实是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啊！我们也有遇到魏征呢的后代，都已经传了一千多年了，都非常优秀啊，也都是各个行业的顶梁人才啊！这是劝谏。 我们再看一下一百七十二页，这是净中的榜样。我们看这些啊，不只是了解历史、啊，更要从这些故事当中学到中的精神，学到净中的善巧智慧。 柔和直直啊，啊，和颜爱语，劝喻侧进，我们都要学到。而这里面呢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，就是这些忠臣一定都是德行很好，连皇上都佩服，他的领导都佩服。 假如没有这样的得恨呢，很可能他在劝皇帝呀、啊，或劝领导，领导听了还不是很欢喜。你自己都没做的很好，还说我，这是人情啊，啊，就像我们劝别人，劝别人脾气不要太大，可是我们自己脾气不小，对方听了决定。 心里啊，不是很认可、啊，他会有抵触啊，这不能怪他了。啊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而且往往，我们当下在批评这个人，觉得他这一个态度啊，哎呀，太让人。 难过了。其实，当我们批评他的时候，很可能我们当下就是那个习气。比方，哎呀，我这个长辈啊，这个领导太强势了，多啊，控制人，要求人。 当然不好受了，而我们冷静啊，从我们心源隐微处去看，我们当下这个念头，是不是也是要求？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我们很不希望人家要求控制我们，可是当下我们在很。 痛苦的批评这一件事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内心或多或少不也是跟他一样吗？所以，唐景川先生也是个大儒，他说道：“需刻刻检点自家病痛，就自己的缺点。” 刻刻就是时时刻刻啊，因为不能保持时时刻刻，马上就向外看，向外指责，不是向内反省。道也者，不可虚于离也。一不是往内，就一直往外，被五欲六尘牵的分别执着。 贪嗔痴慢相续不断呢？他说：“刻刻检点自家病痛，盖所恶于人，很厌恶别人许多病痛处。若真知凡己，真的知道反观自省，则色色有之。” 我们讲别人的缺点呢、啊，我们身上决定都有，只是多少而已，甚至有时候比他多，我们还骂他、啊。纵使没他那么严重，我们还是有。真的都改掉了，就不会批评人了，因为真改掉的人知道改掉不容易啊，就会宽恕人。 不会批评人，啊，真不容易啊！修行真的非帝王将相所能为，要能时时反省，不见世间过，才能提升呢、啊。不然我们就卡死在这个见得过的关卡上。承德，见过。 不少次，哎，觉得这个领导很不好，啊、哦，也批评他，批评的很厉害。后来这个领导走了，这个批评很厉害的人上去了，那个犯的问题呀、啊，没有比他的领导轻哦。所以，我们是真的是。 批评人容易啊，反省自己不容易了。所以，我们说，在古人之后，论古人之过容易啊，除古人之位，能够做得比古人好，就不容易了。 啊，就好像我们举唐玄宗，我们真的在那个时代坐他的位置，能出开元之治吗？那可能遇到杨贵妃，我们可能比他还严重呢。所以真的要厚道啊，不能苛刻去批评啊。真的要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这是对外啊。 他对内行有不得返，反求诸己刻刻检点，自家功夫，真的是随时是善财童子，五十三餐，只有自己是学生，其他一切人事境缘，都是老师。这个心态一失啊，就烦恼做主了。 就向外持球，就见能过了。所以善财童子是也是要时时保持善财童子的心态。所有的人都是老师，提醒我内心的不足。这样我们时时在，因为有这个态度了，时时增长什么？善财，善是什么？善根。 才是福德，有这个心态，我们的善根福德实时在在增长。所以，为什么善财童子能够当生成就，就是因为他有这个态度，他的善根福德不断增长，才能成就啊。我们心用错了，善根福德都在减损。 不堕落就很难了，怎么可能当生成就呢？啊，那我们看每个历史，我们就是善财童子，见贤思齐，见不贤内自省。宋司马温公为相，他当宰相。 司马光，我们很熟悉啊。他小时候跟朋友们玩呢，有一个小孩掉到水缸，很很可能会淹死，其他的小孩都吓得跑掉了。啊，你看他临危不乱的，把那个缸给打破，救了那个孩子。 这个是从小就看得出善根深厚，又有慈悲，又有定力呀、啊。以身殉国啊，真的是牺牲自己的身体呀、啊，来为国家的事物啊，勤力肃正。国家的政事啊。 非常勤劳，哦、用心，时以得吉呀。当时候他已经呢、啊、病得很重了、啊，而轻苗免疫降官之法犹在，膝下未降，叹曰：四害未除，吾死不瞑目。 我们从这里感觉这一代贤相的心境，自己的身体健康啊，没有放在心上，放的都是这些事啊，对国家很重要啊。假如没有把它办好，我都死不瞑目啊！因为还有这些法令不妥当，要修正。 西夏还没有投降啊！宾客见其瘦，他的贵宾客人呢、啊，见到他越来越瘦啊，引诸葛食少事烦为戒，提醒他：诸葛孔明就是因为吃的越来越少，事情又繁重，才。 短命啊！提醒他。公曰：“生死命也，为之义地。啊，汲汲不负自觉，尊尊如梦中语，皆朝廷天下事也。” 司马温公面对这些宾客的劝告啊，他却说：“这个生死是有命的。”他已经把自己生死置之度外，反而啊，越劝他越是啊，卖力于国家之事。到最后病得太重了、啊，已经啊。 有点，我们说的不省人事的时候啊，还像讲梦话一样，都是在念着国家的事啊。所以，我们看到这些事例都非常感动。 为什么至忠至孝之人，他临都是啊升天的福报啊，甚至于是他肯念佛求生净土啊，都能成就，因为他们没有私心呢、啊，全纯是为众生、为国之心。 魏高宗啊，谓群臣曰：“这个魏高宗是北魏的皇帝，他告诉群臣，这也是有感而发。君父一也，侍奉国君跟侍奉父亲呢，是同一个道理。父有过，子不作书。” 于众中见之。父亲有过、啊，这个孩子劝父亲的时候，一定啊，不是在人前去劝的、啊，这样啊，父亲会很没面子、啊。而于私事禀处见之，人家看不到的地方劝。 而且劝的时候啊，怡无色，柔无声呢、啊，所以不欲彰父之恶也。接着他说啊，如高云者，朕有过，未尝不面也。都是当面呢、啊，一定呢、啊，尽力去劝皇帝。自有朕所不堪者。 甚至于劝到皇帝都有点面子挂不住，不高兴啊。后来也不这一份赤诚呢、啊，皇帝也知道过错了啊，就像春秋时候的。 魏国大夫史游，他也是啊，一直劝当时候的魏灵公，魏灵公不听。他连断气前呢、啊，都是想着怎么劝魏灵公，所以就交代他的儿子啊，把他的棺木啊，就放在窗子底下，没有放在正厅堂。 卫灵公进来很生气啊！你怎么这么不孝啊？怎么把你父亲的灵柩放了？他儿子说：“这是我父亲生前决定的，交代我的。因为他觉得没有尽到忠啊，很惭愧啊，才这么交代呀、啊。啊，没有劝动君王。” 用好的大臣呢、啊，啊，用曲伯玉啊，啊，这个魏灵公啊，就很惭愧了。他是用死来劝谏的，非常可贵。那这个魏高宗就说了，他自己的过啊，他明白了，但天下人便没有知道。 皇帝的错啊，所以要不办国主啊，国家领导人毕竟代表国家。我们劝他是让他改啊，不能去扬他的恶，扬他的恶，到最后大家对国君或者对团体的领导人没信心，那这个国家跟团体可以瞬间瓦解，民无信不立呀、啊。 这个对领导者的信心是无形的，但是它存在呀、啊。你一个国家再有钱，但是老百姓已经失去信心了，随时可以毁于一旦。但只要对国家有信心，再大的危难都能克服。所以现在这个。 冠状病毒啊，也在考验呢。啊、哦，国家万众一心呢，很快就能够突破。假如上位者的决策不对，百姓又对国家没信心，哇，这个挑战就大了。为高宗说的：“天下不知，可不为忠乎？”啊，这是很忠啊。 高允一片忠诚呢，啊，所以他这样的忠诚，不独激烈者不能，亦奉御者所不及也，可谓剑法。这个事例就是魏高宗赞叹高允之善于劝谏的忠诚，然后呢，可以作为啊我们往后为臣者。 可以效法的，啊、哦，因为、啊、我们这个在劝谏当中，不能呢、啊、偏了，变成很激烈、很激动去劝，还是要拿捏好分寸的、啊，啊、哦，应对进退得当啊。 有时候太激烈了，就不能像高允这样，能够劝到恰到好处啊。那皇上也知过，又不扬他的恶啊。好，那这奉育者啊，也是用一些善巧，用一些。 暗示、奉喻，就是来提醒了、啊。啊，等于是这个劝谏皇帝呀、啊，啊，能够拿捏到像魏征、像燕子啊、像高允这样啊，确实是门不容易啊，是门大学问。 好，我们看一百七十四页我们举的这些例子呢，因为太多了，时间有限了。我们不一一列举啊。在一百七十四页这一段啊，我们先带过去，因为它也有一个总结的味道。 啊！历观古今，人臣敬忠而获报者，多不胜数。啊，事关忠孝之家，子孙未有不绵延而昌盛者。至于大节不躲，见为受命者，遇到的境界考验很大，运气坎坷，抱憾千载。 啊，像文天祥啊，啊，像史可法、啊，都是为国牺牲的、啊，包含岳飞呀、啊。似乎天之报施独一，觉得啊，怎么没有好报呢？不知深享当世圣明。他们纵使牺牲了、啊，当时。 多为当事人所敬重啊，莫受万民拜跪，这也都是福报啊，天子报之啊。叫身受富贵安乐者，哎，他这一生有富贵，享了福报，哎，死了之后没了。但是这一些见为受命、尽忠报国的人。 世世代代都尊崇、供奉他，那这样的福报相较量，那不次百倍吗？而望君害民者，天报之惨更不必言呢、啊。甚至他的后世都不敢说他是谁的后代呀、啊。今且莫论忠不忠。 是报应啊，中不中啊？这个是比较具体明显的行为跟例子，啊，我们就看呢、啊，范范复复，就是他当官当公务员，范范复复就是马马虎虎，有点呢、啊、心不在焉。 不是尽心尽力，主义不在苍生者，就是他的关注点没有在老百姓上啊。那这样也无好好结局，也没有好的结局。可见耳奉耳露。 定然负不得这个字啊！我们领的是国家的俸禄啊，那就辜负不起百姓了啊！辜负不起这一个忠字，我们有没有做到才行啊？耳奉俸尔禄，民脂民膏，公务员领的都是百姓的血汗钱。 当然要为百姓尽力才对呀、啊。那同样的啊，比方陈德已经出家，那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须弥山所以出家在道场里面，为什么每一次啊用餐？ 都要先练十存五观呢，啊，济公多少量比来处，就是这一顿饭呢、啊，有多少人要忙啊，多少人的血汗才能够来到我们面前，存己德行全缺应供，啊，自己道业又没有提升呢、啊。 都缺乏，这样还来接受供养啊？那就辜负了施主了，啊，辜负辜负了他们的供养，他们的信任了。啊，防心离过，贪等为宗，就真的要好好提升自己啊！ 那这个贪嗔吃药能调服啊？正是良药，未了行枯。因为我们有个会饿的病啊，不吃又不行啊，啊，所以未成道业方受此食。我们是为了成就道业才吃这个饭。啊，同样的。 我们假如领国家俸禄，那是为了啊，让自己没有后顾之忧，能够全心全意为百姓办事，才领这个俸禄啊，绝不是为了啊前面说的身家啊、爵位啊、权势、恩怨、名誉啊。 那我们啊，也是为了啊成就我们的道德学问，进而在未来能够啊，在现在跟未来能够弘护正法啊，我们才接受当下的福报跟照顾啊。 所以，我们纵使在享福，都要是觉悟的，都要是、啊、明白、感恩的。所以，劝发菩提心文说，不能忘是菩提心啊！这个知恩就是菩提心啊！好，所以治宰相。 治百姓多有该尽之忠，嗯，确实是这样。所以这个尽忠也是啊，换一个话讲，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各行各业都有本分。哦，然下民性命，最关县令，故县令啊。 由不可不忠。老百姓啊的身家性命、生活状况啊，关系最大的就是县令，因为县令整个县都归他管，他的对百姓的影响是最大的。的而且他管整个经济呀、啊。 刑法都在他的权呢、啊，所以尤不可不忠。国家立此县令，要他养民，要他养好人民，照顾好人民。啊，古云“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”，把老百姓照顾好，国家才能安定。如此重任托付，岂容辜负啊！ 啊！盖人读书之时，便真切发心救世。因为圣贤书就是教我们要行人道，要为百姓啊，为苍生呢、啊。所以读圣贤诗。所学何事啊？就是学。 经世济名啊，即当啊，即当权臣事啊，已经握有权势的，务要将天地君亲时刻在念要把天地的恩呢，君父之恩、父母的恩，时时刻刻放在心上。 身有伤，宜清忧；德有伤，宜清修。我们不不忍心让父母、君王再为我们操一点心啊！所以时刻在念，大行善事啊，尽心尽力去做善、啊、亲胜率属，勤防。 民隐啊，防美政与陈诛，问良谋与实验，这就具体讲怎么竞忠。清清廉，生活、啊、勤俭呢、啊，慎谨慎，做的每件事。 下的每个政令，攸关广大的百姓啊，不能轻率。这个率属啊，就是以身作则，带领干部啊，勤访民隐，这个叫勤政爱民。隐就是老百姓有难言之隐。 你都要有善巧方便去了解呀、啊。所以为官啊，古人说三个字啊：清、慎、勤。清廉不贪污啊，谨慎就不会大意。 轻率、勤劳、不懈怠、懒惰，人这三个字时时啊放心上去做，那一定是个好官。那具体上呢，可以效法啊臣子啊臣号臣怡。 啊，朱子他们，在为官当中啊，有很多很好的政策做法，可以来效法。好，然后可以问梁某与实验，用很多的好制度方法。问谁呢？当下啊，有真正道德学问的人，可以请教他。 所以，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啊，事有百折不挠之真心，方有万变不穷之妙用。只要我们真有利民之心，一定啊，可以从书上，甚至从这个时代的人，找到啊好方法。 感应是不可思议的，啊！你真的一心为众生、为人民，甚至梦中都会感应往圣先贤来教会我们。好，我们看一百八十四页第四行，诸子美曰，意思就是诸子常常有说到，以救民而获罪。 亦所不敢辞也。为了救老百姓，可能会或判罪呀、啊，也不会推辞，所以可以牺牲自己呀、啊，来为百姓。啊，这些像历史当中，汉朝、即末。 宋朝范存仁，好多例子，因为朝廷规定啊，要有指令才能开仓放粮，但是他们一计算，假如照这个规定，可能就有百姓饿死，他宁可触犯法规啊，还是这么做了。那当然，真正明白的皇帝呀、啊。 他绝不怪罪，啊，纵使遇到糊涂的皇帝了，他们也一一所不敢辞啊。所以任何规定啊，也都不能死板，要通权答辩才行。啊，这是跟大家谈到中的部分。 接下来啊，我们进入孝。忠孝有替，因为没有国哪有家呢？这忠先讲，接着讲孝。那跟忠一样重要，而孝是忠的基础啊。忠臣出于孝子之门。 而严光中先生，啊，这是一代大儒啊，啊，在汇编呢，常常举他的教导啊，他的见地呀、啊，非常可贵。尤其他这一篇《孝悌论》啊，很长啊，很精辟，可能没有办法。 全讲了，但一开始这些分析呀、啊，很透彻，很能找出源头问题、根本问题。我们说，解决问题呀、啊，要从病根上，要从根本上，不能。 症状解，啊，不能呢舍本逐末了。那严光中先生《孝悌论》谈到啊，游子说孝悌为人之本，啊，虽然是游子说的，毕竟呢、啊、跟孔子学，所以这一句。 必然也是夫子、啊、特别强调的重点哦，就像《论语》里面，哎，《孝经》是孔子直接教授的。孔子说：“教以孝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；教以悌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。”那这个就透出了。 我们能够去爱那么多的人，根源在哪？孝悌呀、啊。所以孝悌是行人道的根本。孟子又说啊：“尧舜之道，孝悌而已矣。”哇，那尧舜修其治平啊！ 这个大道啊，也没有超出啊孝悌啊。这孝悌关涉甚大，关系啊牵涉非常非常的广大，横的、纵的、古往来今。 无边无际的，都是这个物事啊！所以师长老人家常说：“这个一个孝字啊，就是法身呢、啊。”我们可以从这一段话再来体会孝，横的、重的啊，往、哦、古来今。 我们看往古来今呢，它是重时间呢，所以这个孝字上面一个老，下面一个子，老是上一代啊，子是下一代，是一体不能分的。那上一代还有上一代啊，下一代还有下一代、啊。 过去无始，未来无终。树穷三季呀、啊，我们的祖先一直上去呀、啊，我们后代一直下去呀、啊。那只是这一生呢？那生生世世都有祖先父母，也都有。 后代子孙，哇，要无边无际呀、啊！你看，替孝，这没有父母、祖先，没有自己啊。可是，在延伸开来，兄道友，弟道恭，兄弟睦，孝在中啊。所以，要敬孝，就延伸开，兄弟要有爱呀、啊。 再来，同学要有爱呀、啊，同事要有爱呀、啊，不然还是不孝啊。所以，横的树、竖、纵的，古往来经啊，无边无际啊，都是孝悌的落实啊，都跟孝悌有关呢、啊。所以，《礼记》里面说：“生也者，父母之遗体。” 我们这个身体来自于父母啊，行父母之遗体，敢不敬乎？这父母这身体是父母给我们的，我们每天在用这个身体啊，怎么可以不恭敬呢？那糟蹋这个身体，不就是糟蹋父母的声誉。 养育之恩嘛，这是我们不忍心这么做的。哦，所以《孝经》说：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；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，孝之终也。福孝”夫孝始于事亲，忠于事君，忠于立身。 哇，那事事君立身，那范围真的都无边无际啊！所以大雅无云，无念而祖欲修觉得不能丢父母、丢祖宗的脸啊。要报他们的恩。 所以《礼记》说：“我们行父母之遗体，感不敬乎？”啊，接着居处不装非孝也。你所居的地方杂乱，环境都没有整理好，对身体有害呀、啊。父母一想，啊，或者看到都不知道要操多少心。 所以居处不装，非孝也。啊，事君不忠，非孝也。我们于忠有损，也是不孝了。人家骂：“哎呀，谁家生的孩子啊？”就侮辱到父母了。立观不敬，非孝也。 我们去当官，啊，这个用我们现在我们弘扬汉学，我们在一方负责弘护的工作，没有做好啊，那就误了一方的法院了、啊。那、啊、就立官不敬，非孝也。父母就是希望我们去弘法立身，利益众生呢、啊，利益正法。 那我们就不孝了。朋友不信，非孝也。朋友、同事相处不好，父母操心了、啊。战阵无勇，非孝也。我们现在是打的是文化复兴的革命啊。 我们要勇啊，勇于承担任务责任了、啊。退缩了，退心了，也不孝了、哦。但是总有方法可以克服，不要怕困难，有佛法就有办法。这几件事情不能做到，很可能。 都会殃及父母的身家性命，或者福报啊、民生呢、啊？所以这五件事不能不不能犯呢、啊，不然都是不孝啊！所以真的是无边无际啊，都是这个事物啊。 但然需晓得孝悌的是何物？孝悌到底是什么呢？啊，所以孝悌的是什么根苗呢？啊，为什么要敬孝悌呢？啊，是什么原因呢？啊，接着就在诠释孝悌。啊，我们下一节课再来跟大家一起交流。谢谢大家。 アミーん。<music>